他人呢？在那儿呢，刚来，估计还得吃一会儿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自信点，把妈字给我去掉。哟，我竟然忘了，魏总业务娴熟。嗯，张帅，学着点，脱单就靠他了。好。谢谢啊。哦，卫青，你是卫青？卫，低调。我只是过来吃个饭。你，那我，美安。当然当然，请坐。你饿不饿？这家牛排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不饿。哦，不饿啊。嗯，那你是来等人的吗？你是不是在等周世杰？我跟你说，他救过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不是很巧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哟，这家伙果然还是宝刀未老，我还担心他技能退化呢。他现在有了你，在别的女人面前懒得表现，不是好事吗？好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过去，你随时打辅助。现在是不是回国了？那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？是恋人关系吗？我们确实是，我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。周世杰，周世杰，你们不会是来约会的吧？你先冷静一下，其实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公务，我们一直想见你父亲，但是他不肯见我们。原来这几天一直去找我爸的就是你妈。你脸怎么了？不会是晒伤了吧？他不会一直让你们在外面等着吧？我爸这个人真是气死我了，我回去一定得说他。这个跟吴老师没关系，是我们自愿的，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说一下，让他见一下我们？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，走吧。嗯。哎，不对，你们不会是闹别扭了吧？这个跟见吴老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。你看啊，我一直拿你们当做我的爱情范本，去跟我爸说不要阻拦我谈恋爱。要是你们都没在一起的话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。我在我爸那儿也没什么面子。可是我，其实呢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一直没有公开而已。真的？当然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晒伤是为了什么？嗯。你们也太甜了吧！哎呀，我手机掉了，我捡一下。我帮你。说好了不撒谎的。谁说我撒谎了？反正我们早晚都会在一起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那也不能骗人啊，万一他……你们在干嘛？不会在背着我说什么悄悄话吧？捡到了，捡到了。我有一个小要求。你说。我特别想看你们真实的相处。哎。我。没问题。那走吧。走。那边风景不错，我给你们俩拍张照吧。你们两个再站近一点吧。对对对，再近一点。你们两个可不可以笑得自然一点啊？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摆拍。嗯，我们就是摆拍。拿出你的敬业精神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了好了，
你们休息一下吧，我正好选一下照片。你先陪他玩会儿，我去休息一下。你们先玩吧，我去休息一下。魏总，其实你们俩还没在一起吧？看出来了。我又不傻，可是我还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你啊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还没在一起。看得还挺准。要不要我帮你追他？不用。世界被赋予颜色，我期待着是爱降临，我做了选择，我们足够幸运。你干嘛呢？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刻。有你，你快别拍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对拍照都有阴影了。吴晓呢？你们聊得怎么样？聊完了，他答应带我们见吴征了。真的？那我们赶紧走吧。不要着急。他说他先去逛一逛，回来再带我们去见。唉，口口声声说不利用他，最后还是骗了他。你真以为他是被我们骗了，所以才帮我们的呀？人家早看出来了，没有揭穿罢了。啊？怎么看出来的？你配合的那么僵硬，也太明显了吧。而且他还说看出来你喜欢我。胡扯，我看就是你编的吧。他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神是骗不了人的，你看向我的时候眼里都是爱意。都只有我绝望独自面对，应承家乡被过去灼伤，沉默着孤单漫长，遇见你回忆被我定，你改变我生命开始转折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看画面实在是太美了，没忍住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那个，这拍也拍了，看也看了。哎，我们去找你爸爸。好，拜拜。